果长传有机会了，走了。结果长传有机会 ，tag 一招，走了。好球，好长传，接球再传本垒是 out。想要用双盗垒的方式，但是呢，池恩琪冲出来拦截，然后呢，直接传给捕手，在本垒之前呢，成功的触杀掉了陈子豪。对，但是这个在本垒的攻防呢，好，本垒是出局，那第三出局呢，在本垒也就结束了这个半局中信的攻势。不错啊！哎呦，捕手传二垒抓到，好强啊！回棒落空，传二垒，哇，又被抓到，哇，走了，结果长传有机会 ，tag 一招，哇，球投在内角低的位置哦，所以对裴锋来讲，这个球的处理他必须要快，对，而且要准。没有浪费时间之外，其实这一球不好传，是因为变化球在比较低角度的位置接到啊，走了。好，长传接球要双盗垒，然后夹杀，在本垒跟三垒之间要造成夹杀，一次 take out， 这是非常明确的哦。那么在前卫跑者钟义成，这是在垒间出局，走了，长传有机会了，It's out， 垒间出局的是邱志成，红衣狮队在第七局的攻势形成了变相的三上三下。还是走了，但是这个球传的位置是不差 ，safe。它上面有提供的这个挑战次数的这个使用。哦，确实是有碰到屁股吗？碰到屁股，有碰到屁股的话，那就已经做了这个修正了哈，就是三振出局，但是这边大哥打的确让三振。那启动的跑者呢？前卫跑者思齐在三垒被 take out， 是收棒，但是呢，主审已经裁定那是一个好球。那裴锋把球传向三垒，阻杀了启动的两位跑者，当然前卫跑者呢是思齐，被 take out 出局，所以这形成一个双杀的守备。对，好球，那接球 take 碎了，又是一次双杀的守备，打进去让被三振。刚提到的就是如果有出局数出现，交给戴培峰处理。哇，又是一个双杀手背。来看了一下打击区哦，走了，第一时间就走，有没有机会 take out 一招？哇，其实第一波的起跑还不错哦。哇，培峰的阻杀快又准。哇，这个起身出手时间很短。走了，长传哦，有机会了，有机会了，这是一个垒间的刺杀，这个长传的主杀呢，也就结束了台钢在第三局的攻势，真的就跑了，那就看速度 ，safe， 那看看会不会挑战，有点接近，好，似乎是要挑战。开始挑战会成功，好，改判出局啊，可以整成为了盗垒失败，结束了这个半局，那就走了。哦，这个时候有办法抓到吗？凹豆滑，那这样走了，结果长传有机会了，好，那接到时间上来很充裕哦。哇，这个 pop time 很短。雷霜跑者启动，来看小可爱可不可以好上加。好，结果被阻杀在二垒之前。好，跑者走，传向二垒，有点危险啊 ！Out！ 啊，这个盗垒苏志杰被抓到。对。跑者走，这个变化球传向二垒，哇，时间完全不站在跑者这一边。跑者走，哎，威棒落空传二垒 ，safe。其实我们看到张玉成的手套其实是一直粘在安可的身上哦，安可好像有一度是离开垒包的情况。改判走了，长传慢抖接球 tag，
砸哦！这个球挖地瓜之后，张玉成还是准确的接球 check。先看这个变化球触地之后的反弹，然后裴峰接球之后一个半斗，张玉成接球，然后呢 check 啊，很明显呢，两个两个两出局，美商跑者启动，有没有抓到？有，陈飞林最后被戴培峰给逮到了，走了，长传有没有机会？out 哦，这是一次长传的主杀，守备员的这种接触哈，传得很好，中贤接球下拉。大概就是跟陈晨威这种等级的腿哥，在二垒攻防最接近的了。真的是一点时间都不能够浪费。戴培峰这个接传的时间还有准度都很到位。好，维持的是原判，棒子现在端出来喽，走了。结果长传有机会接球 tag， it's out。反应很快哦，戴培峰他派的时间短，我脚根本没有碰到垒包之前就已经 tag 到了，成为这一棒，哎，确实哦，就点了，哎呦，直接被抓到，还要赶快回来啊，打我不累啊，哇，空中抓飞鸟戴培峰，哇，戴培峰这个球处理得太好了，这是怎么抓到了这个球，在界外区域啊，手伸出去把它给抓住了，这是一个精彩的 nice play， 这确实神反应哦，